约书亚记第六章一节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关掉掉，无人出入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讲：看，我已经将耶利哥、甲耶利哥的王、甲大力的勇士，拢交伫你的手。三节，恁一切的战士，得围射这个城，一日围射一摆。六日拢得安尼行，七个祭司都拿七支羊角的火铜，行伫约柜的头前。到第七日，恁都射城七摆，祭司也得分角，因分角的声传长，恁听起角声，众百姓得大声喊，城墙就要倒平平，大人拢得直直进前去。六十，论的惊约书亚叫祭司来。吩咐因讲，恁都跟去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，拿七支羊角的火铜，行伫耶和华的约柜前，佮对百姓讲，恁都进前去射城，带兵去的，都行伫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八节，约书亚对百姓讲说，七个祭司拿七支羊角的火铜，行伫耶和华的面前分角，耶和华的约柜。对伫因的后面，高站带军去的，行伫分角的祭司的头前，后队对约柜行，祭司哪行哪分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讲：恁唔通话，唔通出声，连一句话也唔通出恁的嘴。等到我吩咐恁话的日子，迄时才通话。安尼，伊和耶和华的约柜射城，将城射一摆。众人就倒来营内，就伫营内歇眠。十二节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祭司佮扛起耶和华的约柜，七个祭司拿七支羊角伫耶和华的约柜前直直行分火铜，带军去的伫因的头前行，后队对耶和华的约柜行，祭司哪行哪分火铜。第二日，众人将城射一摆。就倒来营内，六日拢是安尼行。十五节，第七日清早天光的时，因起来，照安尼射城七摆，只有一日将城射七摆。到第七摆，这是分角的时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讲：得话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将城交予恁。十七节，这个城甲其中所有的。拢在伫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基路、拿合、甲伊家内所有的通活地，因为伊藏埋咱所找的使者。论到恁，也着谨慎，毋通摕迄个应该灭的物，恐惊恁摕迄个应该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互全营受咒诅。十九节，只有金银甲铜铁的器库。拢得归耶和华作圣，收入耶和华的库库。百姓就话，这是也分角。百姓听起角声，就大声话，城墙就倒到平平。百姓就进前入城，各人直直去，将城出来，搁将城内所有的，无论男女、老幼、牛羊、甲驴，拢用刀抬进。第二节。约书亚吩咐偷看地的迄两个人讲：“恁入去迄个基路的厝，叫恁对伊所咒诅的，将迄个附近人甲伊所有的，拢对遐带出来。”第三节，做侦探的两个少年人就入去，将拿合甲伊的爸母兄弟甲伊所有的，甲伊一切的亲属拢带出来，踮伫以色列的营外。二四节，众人就用火将城甲其中所有的烧去，独独有金银甲铜铁的器库，拢下伫耶和华殿的库库。第五节，约书亚却将基路拿合甲伊的老爸的家，甲伊所有的拢救活，因为伊藏埋约书亚所找偷看耶利哥的使者，伊就踮伫以色列中直到今仔日。二六节，当时约书亚对众人就怎讲：有起来去做这个耶利哥城的人，
就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伊下地基的时，要是大惊；下门的时，要是煞尾仔惊。耶和华甲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。